专车过来接送也是非常的周到的，还有我们人社局组织的这一次服务，因为它是点对点服务嘛，我们就不需要到车站去坐客车，然后的话到车站去坐客车的话，另外还需要乘坐一些另外的交通工具，比如说是公交车啊，甚至是地铁啊，所以这次点对点的服务的话，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了我们一些人员接触的机会，就给了我们足够的安全感，非常的贴心。